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四个活动，有四个活动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们自己呢各带了一个啊，就是你们自己家里面玩的，跟他玩的比较开心，他们大家也比较舒服的这种活动啊。你们每个人各一个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你们拿来的相册。那么等一下是由你们谁来跟他玩？相册，我跟他玩好。你跟他玩啊，好的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爸爸呢，就是我这里还有三个活动。然后你这边呢还有两个活动，那么就是我这里有五个活动，是哪五个呢？一个呢就是打鼓打乐器，就是我们会有些鼓啊，一些敲击乐啊，这些啊你们自己来看就怎么玩啊。啊，还有一个呢是用纸来就是做房子这么一个活动啊，这是两个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我这里会有些有趣的图片，就你们跟他来看啊。那么再还有呢，就是一些球类，就是玩一些球类啊，也有气球啊，也有各种各样的球。那么再还有一个呢是拼拼图，就我这里一共是五个活动。那么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，就是你们每个人就是各选哪几个活动这样。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，你这样就是每个活动呢，你至少要玩到五分钟以上，啊，至少玩到五分钟以上。至于就是怎么玩呢，就是你自己决定怎么玩，但是你们必须是两个人一起玩。就是必须是就是组成一个团队，你们两个人组成一个团队一起来玩，好吧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在每个活动开始之前呢，我会给你们一点知识，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拍下来，然后你们玩的过程我们会拍下来，好吧，好，可以。